中庆未尝临于庭，清代府听其色。知因未尝临于前，所以两行异而访迎异也。夫迎一生于无礼，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，目视威仪之礼，足行恭敬之容，口言仁义之道。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有入也。所以数赞乐之所欣，在乎防御。陶心畅志，鼓手导足，顺渊萧韶，容称熟序。沈英之政，官风变俗，端如冠珠，青铜扣玉，洋洋隐耳，潜音于躯。PG 524。